那个是我们老乡，他一直说要买来买粉条，然后他个人上门来买了。这是粗的哦，这是粗的，就是粗的，它炒起来好吃，我告诉你。那几斤嘛？几斤？一斤。我们那是拿出来给你装的，那几斤？那拿口袋给你装一下。那有空吃噻。你拿来吃来嘛？我拿去给小孩儿的。哦。那几斤？他拿个多大箱子装啊？啊。每次你带衣服，我带了，我也准备了。没得了嘛？加油干活，搞快点。我去拿快递的时候，你放箱子也不放，就是看这个快递的吗？你把那把东西拿来，把那个放，你也行啊。我是感觉那一把，哎呦，那是我随便挑的几把，看一下，都是做成料的。今天龙溪厂卖了那些都，什么都不卖了，然后一直从货新条数起上架了。好热，选一下今天的幸运财货啊，要粗细搭配。今天我来给钟玲弄一个清淡的菜，虾丸。我喜欢吃虾头，我肯定不能全部给钟玲吃的菜。妈妈。哎。今天吃虾饭。今天吃虾虾，加嘛加小的菜哈。哇，开背开深一点，但是居然去花那个才好看。加胡椒粉是吧？那等会是盐当然要加了。我刚刚睡午觉起来。